要介紹的是 Stucco Italiano 的 Marmorino Fine Classic， 這款是以天然礦物石灰為主要材料的威尼斯批灰拋光塗料，有內潮特性，適用於室內和室外。在講解之前要提提大家，大部分原材料都是白色的，我們會按照客戶要求調配出不同顏色。講回今次的主角 Marmorino Fine Classic， 在 Marmorino 系列入面含有最細滑的天然石灰和大理石粉，能夠做到經典高光大理石紋的自然風格。它是人類已知最古老的建築材料之一，有2000多年悠久歷史，是藝術塗料的表表者，以自然風格為人熟悉，到了現在依然受到不少人的喜愛。現在我們看看施工程序，首先你用油掃掃上一層底油，然後用批刀上一陣 Marmorino Fine Classic， 向不同方向推開塗料就可以，記得要均勻做完整個施工範圍，待乾，重複剛剛的步驟，同樣向不同方向推開第二層的塗料，待乾。今次由另一邊開始，批刀向後推開第三陣塗料，這樣塗料的深淺變化能夠自然漸進，帶出豐富飽滿的顏色，亦做到高光澤、質地柔軟的色面。以下是幾款 Marmorino Fine Classic 的效果。如有任何查詢，歡迎聯絡我們。